听说了吗？日月教的魔头死了。哎，谁能想到东方不败也败在别人手下了？据说是被灵狐大侠杀了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胡大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没兴趣。任盈盈你也没兴趣吗？有人在黑木崖等你。灵狐公子，别来无恙了。东方，你没死。怎么，你很失望？是你抓走了莹莹。是或不是，能奈我何？灵狐公子，认真！如你所愿。你希望我是谁？东方不服，英明神武，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。你这一手可是连我都算计了。你不是很满意吗？登上了高位，沉迷权欲，但也有人选择功成身退。武林中为了仇恨争斗不休，百无辩解，但有人关心那些被遗忘的孩子。这个人用阴影庇护他们，训练他们，
孩子们都叫他禅温先生。这庇护之所名唤影宗，明暗难料，正邪难测。而昔日的孩童，如今卧底江湖各派。暗潮再次涌动，但再隐秘的江湖事也躲不过影宗的关注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站住！剑谱交出来！这没有你要的东西，别挡大人的路。就挡了，怎样？你找死！哼！你不是华山派的，不自量力，鬼鬼祟祟从福威镖局出来，难道还能冤枉？啊，好像真的没有，那为何见我就跑？难道是我的卧底身份暴露了？哼，蜘蛛啊！看来蜘蛛越来越多，我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小崽子，枉我兄弟命来，路不相识，你为何跟我兄弟俩过不去？影宗做事还需要跟你交代吗？你是影宗的，如此难喝，今日就要你给我兄弟偿命。什么大事儿？流离剑，你果然在这闯祸！我告诉你多少次，住口！他俩从福威，无耻，无心！哎，居然还活着！还真的没有见过。你出去吧，一切小心，注意安全。你又瞎跑到哪里？又拼？师兄，你竟还记得此事？时事不枉我为你担心一场。你来的正好，刚收到师父的密信。不好，我现在同你在演，瞧仔细了。
可记住了？是。既然如此，我同你拆解几招，你好好琢磨琢磨。竟然能击中我手中的剑，竟然能击中。对了，林星，要是师兄知道这招，我早就学会了，不知道会怎么想。干啥子嘞？那斧头的山路咋个那么难走啊？这口音和装束似乎是轻也好，小心行事，不到万不得已。嘘，小声点，有人来了。瓦瓦子，青城派，走就走，我才不愿管贵派的闲事。你说我们那回能得走不？肯定能噻，问全力出击，还有内部消息。嘘，莫废话了，走去。内部消息，有情况，我得去看看。谁？连青城派的小喽啰都能跟丢。咻咻咻！啊，狼来啦，快跑！这地方怎么会有狼？肉，这小疯子是故意把狼引来的。刘林姐，胡闹到姐姐头上来了。嗯，放开我！长元先生都到那种境界了，还稀罕辟邪剑谱？不关你的事。切，没意思。霍儿啊，后会有期吧。刘林姐，让你没有可是。我不想说第二遍，回影宗去吧，有事情需要你回去办。